全球现场要持续带你来关注到的是世界的这两大战事。首先来看到是俄乌战事，现在开打两年了，但是依旧还是没有要止战的迹象。法国总统马克宏他日前接受法国国内的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被问了一个问题，说会不会要求俄罗斯在奥运期间要停火呢？好，马克宏他的确就回应说会有这样子的要求，因为本届奥运在七月份即将要在巴黎这边举办。过去其实奥运都有一项惯例，就是呢在这个赛事开幕的前七天开始，一直到闭幕的后七天为止，有一段停止冲突的期间，这个目的就是要让运动员们可以安全往返巴黎奥运的会场。而且他更说，如果普丁打电话来讨论这件事情的话，他就会接电话表态，就是有意愿想要跟俄罗斯来沟通了。但是呢，这话锋一转，他更是放话说，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法国将不得不采取地面行动，要协助乌克兰对抗俄军。好，但是对于这个马克宏的说法，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他就回呛说，法国你应该要先停止对乌克兰运送军火，再来谈所谓的停火吧。好，不过现在的国际奥会已经表明说，俄罗斯还有白俄的这个运动员们，他们不允许参加巴黎奥运的开幕式的游行，但是他们可以个人的名义来参加赛事。好，另外来看到的就是以哈战争现在开打了五个多月了，但是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誓言要歼灭哈马斯，所以呢，这以军还是持续对加萨多处的基建跟这个医院发动攻击。而现在联合国就警示了，加萨目前是有二分之一的人口已经陷入了灾难性的饥荒，那这个状况可能是不会缓解的，因为现在更有进一步的情资显示，以军有阻挡这个物资运送进去加萨地区。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即将在本周他会再访问中东，但就是希望可以在居中调停，促成以哈战事停火。好，我们回过头来看，现在俄乌战争开打满两年了，但是乌军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弹药严重不足。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他在十九号出访德国时，他就承诺美国不会让乌克兰战败，并且会持续援助乌克兰。So when we invest in Ukraine's security, we invest in our own security, and we strengthen this contact group's shared vision of an open world of rules and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Today, Ukraine's survival is in danger, and America's security is at risk.And they don't have a day to waste, and we don't have a day to spare either.尽管援助乌克兰的法案还在美国国会卡关，不过十二号白宫绕过国会共和党人士，宣布对乌克兰提供$3亿的军援。而现在奥斯汀也表态坚定力挺乌克兰，他表示美国是不会让乌克兰失败。而这次的出访也是奥斯汀他自从去年的十二月份接受肾固腺癌手术之后，首度正式出访国外。好，另外来看的是美中之间在这个外交上头也是角力战。中国大陆当然是致力要突破美国设下的外交突围，这是大陆的外长王毅他暌违七年访问到澳洲这里。而二十号王毅和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在坎培拉举行会谈，此前王毅和澳洲外长黄英贤也举行了第七轮外交战略对话。而会后黄英贤他就向媒体表示，澳洲寻求和中国大陆共同管理分歧。Dialogue enables us to manage our differences. It doesn't eliminate them. But this government, in the interests of Australia, will always seek to manage those differences wisely.路透社指出，王毅的这一趟出访也代表着中澳关系外交上已经解冻了，并且春暖花开。而在艾班尼斯的会议之前，两个人不仅连续握手两次展现友好，甚至相互礼让，谁先进到会议室里头。而艾班尼斯上台之后，就不断推动改善中澳关系，也期盼可以透过外交上的对话解决经贸问题。而接下来的行程，预计王毅还会和这个澳洲的商业界的领袖们举行闭门会谈。好，但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香港的历史性的立法也让美中关系可能就陷入了一个另外一个僵局了。原因就是因为香港的立法在昨天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就是立法会是以全票三读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也就是所谓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的立法，并且在3月23号就会实施了。而立法通过之后呢，包括了美国、英国、欧盟以及日本都对此表
达关切，甚至很担忧相关的人权问题。而按照这个美国国务院的说法，在今天上午这个记者会上头呢，国务院的发言人也特别说会关切之后的美国公民以及美企在香港这边的投资跟他们的安全。好，不过对此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头就回击，认为这都是西方国家的造谣抹黑。中方对个别国家和机构诋毁抹黑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香港特区立法会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进一步落实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限制责任，进一步筑牢香港发展的安全根基，在新时代新征程一国两制的事业发展进程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